点繁星，月夜夜多情，曲曲民歌越来越动听。欢迎收看民歌大学城。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欢听民歌，包括我在内。那每个人听民歌的感受也都不一样，所以呢，现场我要问一下，这个我先来问一下老师好了，老师，民歌为什么好听？好听在哪里？好听在简单，然后很清楚。简单清楚，对，大南方。我觉得这个民歌好听是一般可能不太唱歌的人，他唱到民歌之后，他就觉得哇，我听啊就好听啊，哎呦，真的好像会这样子，对对，小南方，朗朗上口，朗朗上口。不过我刚刚大南方讲到一个重点，就是其实有些流行歌它转音会比较多，哎，对，技巧比较多，但是民歌就不一样，对。那但是我有一个疑问，就是为什么好像民歌比较少用男女之间的感情来做作为题材，好像比较没有，大部分都是写情写山写水啦，然后以这个山水来寄情，哎，可是没有，哎，民歌还是有很多情歌哦，啊，像恰似你的温柔啊，对，恰似你的温柔算民歌吗？民歌，民歌，哦，民歌不是蔡琴唱的，如果没有这首歌，蔡琴不会红，哎，真的。啊，对，我想到了，还有一首歌，就是动不动就说，说爱我算不算，算不算民歌？他算，因为其实像芝麻绒眼哦，他们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也是非常清新，也是这个一把吉他一个 keyboard，也是在民歌餐厅有唱过，像我们两个也是在民歌餐厅常常唱这首歌曲。哦，真的哦，对，对了，不过想到这个动不动就说爱我，我们也很难不去想到这个芝麻绒眼。对对，那虽然龙爷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，不过这首歌呢一直都留在我们的脑海里，非常好听，而且很重要，它是我们两个进入民歌西餐厅的第一首歌，哎，真的，应征的第一首歌啊，真的，然后就被录取了，对对 对，真的，真的，哎，那我们现场再来回味一下你们当年唱的感觉，好不 好？动不动就说爱我。说爱我，也不
什么第一个抓不到的承诺，留不留你又如何，反正你还是要走，只盼望别再痛我伤。成